在陌生女孩家过夜，没想到她前男友竟然来了，还给她转了10万块钱。知道了他俩的故事后，我选择了离开，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了。我以前是三好学生，走了。老弟，你送个包消失两天，这裤还送没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别提了，真的这两天像做梦似的。哎，年轻人会玩，走。玩啥了？哎，电话，你等会儿啊。喂，哎喂，我到你们公司楼下了，你来接我一下呗。啊，那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谁呀？吓我一跳。黑丝啊。不是，哥，你去帮我开个门，别管了。快去快去，帮我开个门。衣服干了，我给你送回来了，顺便你给我名片，包老板。那个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叫你穿件外裤，你不穿，感冒了吧？哎，我这都小事儿，我体格好。哎，对了，我昨天听他说你跟家里闹掰了，是因为……哎呀，那个都是以前的事了，提他干嘛？嗯，反正也是，错过就错过了吧。嗯，他是很特别，但是我都放下了。哎，成年谁没有点历史呢？是不是？啊？啊？你吊瓶打完了？啊，没事，我找人那个弄一下。哎，哥，你是大熊猫啊？哎呀。我来吧。啊，你会吗？当然，小事。这不是你哪儿都有你。那我就走了。啊，你照顾好自己，少喝点酒，出门穿件外裤。这你真是，哎，你等一下呗。